前荷枪实弹冲进摩铁停车场，男子饮料喝一半就被团团包围，吓得瘫软在地。先趴下，趴下。你敢按我阿妹手下？点点点点点点，把枪拿着。点点点点，我的代志卖阿妹。从台南躲到新北，男子还是被警方逮捕，但幕后主谋是他。南北警方合力攻坚，仔细搜查工厂每一个角落。我伫家哦。主嫌被便衣刑警压制在车前，只好乖乖就范。先清枪，哎，你干，两发。两发，好 ，OK OK。除了工厂内，连车上都藏有枪支。陈姓主嫌不仅是黑帮成员，还是一名毒品通缉犯。透过减轻共犯提供场地，改造大量枪支，包含杀伤力极大又稀有的霰弹枪，甚至还自制炸弹。主嫌入网后，一肩扛下所有责任，最后也被收押。用枪支的部分有33支，然后灭蝇管、敌火火药，然后以是制造硝化甘油炸弹的一个化学药原料等一批。两名犯嫌。用枪自重，还都有毒瘾。平时南北跑，却没料到早已被警方锁定。这回警方迅速攻破枪支工厂，及时扣走炸药跟枪，避免强大火力误伤无辜。三立新闻小嘉恒台北采访报道。